我吹着，我那时候性命都不够，我都连接他都没接他。人帅虎，看说啥事？龙堂，你身边放了定时炸炸弹的，俺孩子这两个都烟流可放开了，俺那都给你身边都给放了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俺孩子还掂着刀，说打听着你在哪医院，这个我得给医院准备的年龄医院给你看死个医院。所以我当时我都快死了，我还俺孩子也爸又没在家，我怕我看上这死不死活不活，我这能活不活的活不活的还给两下了。俺孩子在哪个，哎，他打着电话不说，喂喂喂，我刘不逃出国，谁要来医院问你的，就说查不出人，我就知道给县医院，他这对着给我这床前他害过我，我找个叫我听过叫我暖身嘛，你看看，他还装好人，人帅红给我床前床跟该坐着，反正都坐到我跟前，他过着我打着电话开着，喂喂喂，谁要来医院问问，就说你在这医院住，咱那啥准备来这县医院，眼看到你看你头在这医院里。他正好呀，明明他是在恐吓，又打电话说说，管他真的管小手续，管他孩子放了。我说不能放，你这明明不是说放了就他来医院看看。他说分三类，咱家四人让分三类，法律上有这规定。我真的我问他法律上有这规定，叫他给我拿出法律拿出来拿出，还准他。犯罪分子回来奔丧，国家有这规定，拿着给我看看。这叫他们不给我照这做了。你老黑，我都说，人帅王，法要是你定的，你这条尽管你给我盯着我做的。你有本事你给我枪毙，法是你定的。监狱叫你送看护来，你要送。你再逼我，我吊了。天庭入狱，何个送来派出所？那时候死的你我不是死，我何必摆着了？何必他逼供下两三年？他叫民警坐钟头穿着秋裤，靠我房间跑一步，他怕我跑了，结果撵着是不是？秋裤两三年过了，我给闺女孩子喊死，跑到郑州153火队医院，俺本来俺说去上街，准上街那医院。上街上医院的医生，俺出去对待的不对人家说，呀，你这种情况，何必半夜我来我这人？你也伤势看我这严重，我作为医生，我这就是那个那，首先我有点保护你的意识，你别给这个年关医生都是回家过年，也不集中老散伙，万一他要是跟你说这严重的事，俺在年终这我一看。再有出个啥事，我良心不安呀、啊！你去，今天直接坐上出租车，再去，我部队153医院，到那里，那里头不行八中路，他敢去俺干部查办了两通的方言窝里，这医生说冤乎，俺算是有个好心医生了，本来说去寻我僻静的医院，拜托他的派出所长威逼着恐吓着刑讯逼供着，这结果到路段是跑到郑州153医院。跑到郑州153医院了以后，我家孩子不管，孩子在那看着行李，我跟闺女坐出租车跑到省委门口，我给省委革命的国队军区大门口，又跑到解放军撵着去，解放军说都放假了，调出来那监控看看这有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那是。我都没那一天给那是153医院住院住了一天院，他那俺等于是牵涉要求给他住院，人家不是说嫌那里设备也不那医术也精湛，这就是没传闻，我牵涉我给闺女孩子，俺都大过年的，俺闺女孩子听那是那个，我是不会要的人，就是这样情况下，俺是何必来搬又搬那个县人民医院？咱都留这个派出所看病了，看病了以后，上过年，他到上班的时候，我还住老院。这一次我08年我住院，住老院，也不是伤好出来，那是没钱。
山沟洞去了，浑身是山沟洞去了，跑路沿山信访局告他们，到信访局那是俺们别告状人不找着我的伤势都严重，肚子一步三摇晃，都慌着叫夹着俺们头去先见领导，见领导见不着袁文涛这秘书张建平，真的我是严实常委市长，他都说上去一句话就是说，这都是派出所所长不作为导致的祸，派出所长要是人员我要是作为，2007年的时候彻底好，根本不会导致2008年的事。你看俺一针见血都砸到了那，可是着我这事着，我这着我告到那帅红他人帅红旁边派出所长人帅红没有人，就是这样，我这事一日再再再三我压着。明明这些人他别装就成包皮罪犯，他明明都是一伙人，你们想想他再要是那个说出来那人，他不是贼喊捉贼，贼喊捉贼了，就是这他包庇着下头，国安真大的案件，2007年、2008年涉案人员真多，他只推一帮个，还就是说着他把出没现财砸哪个砸哪个到哪个环节人帅红，本来我是告这些人告了告了告上告帅红啊，告了告了告了上也是公安局，又告了告了上这也是检察院，紧接着了人帅红给洛阳公安局勾结，洛阳检察院勾结，我告到那他勾结到那，就是这样，我这真的我你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真的我斗着本本分分守法公民，俺人在家中做活动天上降，俺这个干看是家等我有人在支持俺弄到俺自己家，这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样着，俺真的我弄的着，有家不能回，正常生活不能维持。你说俺真的我真年轻，我正干着，真的我不爱弄的，出都这局了，叫俺家不能回，正常生活不能维持。我按说人，人活着衣食住行，这起码保障。离了这衣食住行这起码最低，基本的保障，人咋生存都得试试。俺要是犯法，你管丢丢。丢丢监狱，俺可以说俺真的我连胜监狱那劳改犯，不是监狱那劳改犯，还有发扬人道主义，怕他饿死，罪有罪过，他劳教过，他改造过，怕他饿死，不他不好那饭给他弄的，给他洗个多东西，怕他冻死，给他弄的衣服给他穿上，不好那衣服给他穿上，俺真的我吃不吃喝不喝住不住，到处流浪到处漂泊，真的我。人帅红着多恶多端，他弄到我这样那个小小派出所所长开白家乐勾结妓院如干骨肉敲诈企业开砂厂不别人打成重伤，只是他手下不别人打成重伤，不讲俺告状包赔啥赔过包赔啥情，这都生教生营，我们这是严氏、唐水、王素丽，叫张，唐水派出所所长任帅红，处处长，他收受俺贿赂，处处保护着犯罪分子作恶，明明犯有这些罪，是别装就轻，自然故意伤害，经法院过，就我人身伤害这一回。我拿了500块钱，还是派出所说着人帅红出这钱。我肯定不依，家被砸、被抢劫，人在外头流浪，这自然人身伤害这一口，我肯定不依。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我只希望这政府按法律来。我家砸的都没有说法了，我家抢劫都没有说法了，我家就是说放死人放骨灰的。都没有说法，假如我随时我给他逼死，我情愿我这贼子找家送他去了。